都说青春是一种未知的冒险。冒险吗？仅仅是冒险吗？不管不顾的向前冲吧。去实现关于梦想的疯狂。我就是我自己的形状。不忘初心的忠于自我。有时候横冲直撞才能迎难而上。我就是自己的对手。永远年轻的才刚起步的少年们。